这里哦，来看一下啊，什么叫做部落翻舟啊？大雨下个不停，路面积水严重，民众只好苦中作乐，在马路上骑车如同水上摩托车，行经过的地方溅起大量水花。来，各位来看一下这里。哇，这个在我们兰屿议员服务处哈，议员服务处的遮雨棚被狂风暴雨摧残到半毁，现场狼狈不堪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来到岸边可以看到水流非常湍急，平板舟在猛烈水势的冲刷下，差点被冲走。这里是离岛兰屿东青部落。25号上午，天空下着大雨，红棕色的水夹杂土石从路旁不断大量流出，雨水沿着山坡往下灌到龙门港附近的环岛公路上，形成土石流，滚滚水流不断冒出，水势大到目击驾驶和前方的机车都寸步难行，只能先停在原地。那个屋顶，你看那个屋顶，水都满出来了，从旁边溢出来了。雨水像是用倒的一般，连透天厝屋顶都有雨水溢出来，不断往下流。兰屿地区不仅下着倾盆大雨，还夹杂闪电。打雷下雨，样样来。对流云系发展旺盛，在台东兰屿接连两天都降下豪大雨，雨势惊人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水柱、水瀑。而兰屿乡公所成立应变小组待命。东森新闻吴怡玲台东报道。